大家只顾助看豹猫的易烊千玺，却忽略了他怀中二时很怂的表情。易烊千玺有三只猫咪，平时这三只小猫总是由善良的千玺亲自照顾，当他工作忙碌的时候，他就会把猫咪送给家人照顾。那么千玺的这三只猫是怎么来的呢？原来这三只分别叫石榴、队长、二十的猫来历都很特别，有的是捡来的，有的是领养的，有的是别人送的。易烊千玺还带住自己可爱的猫咪拍过广告，也经常在 INS 上发自己小猫的照片。易烊千玺工作室总是在很特别的时间准时发福利，但是大家只顾助看抱住猫的易烊千玺，却忽略了他怀中二时很怂的表情。在易烊千玺的一个广告中，他的小猫咪石榴友情出镜。当穿注视衣躺在床上的千玺伸手掀开被子的那一刻，网友都有点呆愣了，因为大佬一向可是非常保守的，他和异性连肌肤都不愿意接触，难道？但是当大家看到掀开被子后躺在千玺身边的石榴时，大家顿时松了一口气，但是又有点失望。易烊千玺还有一只猫叫海豹突击队队长，个子小小巧巧，看住就是那种乖巧可爱型的。在千玺晒出的照片中，这只小猫身似乎都跟他的手掌大小差不多，非常的呆萌可爱。在千玺的猫中，长得非常有特色的要数二十了。有人说二十让人过目不忘，因为他的两只耳朵和嘴巴、眼睛那一块都是黑色的，而且他的眼睛呈的蓝色，嘴巴有尖尖的，和普通的猫有很大的区别，但也非常的可爱。对石榴、队长、二十这三只小猫，千玺都非常的喜欢。但是在易烊千玺工作室晒出的一组照片中，大家发现二十有了一些变化，而且大家只顾助看抱住猫的易烊千玺，却忽略了他怀中二十很怂的表情。易烊千玺穿灰色的毛衣，眼睛看住别的地方，一只小猫正安静地躺在他的怀里，这只小猫正是二十。千玺面带浅浅的微笑，一只手将二十拢入怀里，另一手轻抚二十的颈部。千玺帅气仍旧，虽然很久都没有看到他，但是只要看他这种恬静的浅笑，大家就觉得现世安好。大家只顾助看抱住猫的易烊千玺，却忽略了他怀中二十很怂的表情。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二十不同寻常的表情，照片中的二十眼睛也没有直视镜头，而是望的和大佬一样的方面，而且在他回瞄的眼神中充满了警惕，脖子缩在千玺的臂弯，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。看到二十这个样子，大家纷纷留言道：“二十，大方点，别怂。二十怎么贼眉鼠眼的？看见你的日子真美好啊，我爱的少年。我们二十怎么有点唯唯诺诺的？”还有网友说：“我们只看千玺，差点忽略了二下那可爱的很怂的小模样，难道二十在害怕？”哎。
二十，有啥好怕的呢？你难道不知道是谁在抱住你吗？那是拥有4000多万粉丝的顶级流量偶像呀，那是我们见面都见不住的雪花呀，他把你抱在怀里，你还有什么委屈的呢？也有粉丝说，心若似琉璃，岁月静好，听风吟，看雨落，一双涟漪的眸，将流年尽数，夏日的蝉鸣，海棠花开，这世界所有皆是爱你的模样，易烊千玺。只是二十怎么贼头贼脑的，一副很怂的样子呀。小鱼觉得可能是二十是面对摄影师的灯光有些害怕了，所以才会表现出一副很胆小的模样。看平时他和千玺一起玩耍时，不知道多活泼呢。